管谁人知，人生路苦梦了解，千里难相，苦也难定，坎坷人生路犹原爱行。我什么人？挥霍！我是挥霍，啊，挥霍一下。挥霍，你别在地空地下，你来这到底什么目的？我是要用调虎离山，要来替朱元璋的啦。啊，是讲你敢那拢无中计吼？大胆！你要从啊？有挥霍怕着伤，挥霍，人呢？已经走。卖阁找人啊啦，紧叫查某囝较要紧啦。你去，去。有风啊！用力较紧张，有风。要去倒三工啊！哦，好，请进。相爷，这件代志，挥霍竟然怕伤牡丹，伊敢真是蹊跷？请问，加派卡少，小号刘家子，是。来啊，加派人少。将所有伫外口的护卫拢叫回来，轮流戒备庄内安全。是。啊！师娘，你来看，这江湖内那乌零零啦，是安怎啦？这么情形安怎？孙兄，对公最上文看起来，伊敢是中毒啊？中毒？孙娘，啊，伊是中什么毒啦？启禀皇上娘娘，照公主的情形看起来，公主是中了邪教之毒，这种毒会顺血脉而行，所以绝对袂当乌白颠倒。啊，若无血脉内面的毒，会愈走愈紧。我得甲伊讲。叫伊莫接近火候，就莫听我的话。孙娘，
啊，靠办法头改。哎，不用，你不是办秘书，有办法了不？秘书。妞妞，你看公主的伤痕，规个拢变乌的，我看这种刀，恐惊无好改。啊？有吗？有。电话是火药同门的，七日无钱。七日无钱，啊，到底是啥物毒啊？假使讲七天内若是无摕到解药，我就会七空内回死。孙女，你有听的无啦？啊，即摆有啥物办法无？啊，娘娘，这毒是无人会当解。除非去找到火药，该摕解药。火药？啊！这老狐狸唔知走倒去，要摕解药啦！铁皮皇上，秘信即马只有想办法将公主黑面封掉的，或者你无情的当暂时卖伤害到公主的性命。白老君，公主性命交你啊！是，秘信一定尽力。阿兄，你即马跟药铺买七号灵芝，将七号灵芝抓成药啊，给公主啉落，会当保住公主的元气。我知啊。我即摆随去买。然后你个振作的吼，国师已经去想办法要救你啊吼。皇上娘娘，微臣即摆去摕金簪为公主奉命。嗯，去。你去。我将在。继续快哦，摕解药救公主。是。大兄，我跟你去。等下，李曼，你倒去要送啥？加一个人，就加一份力量啊！哎，你也袂晓功夫啊！啊，对你身躯边加猪脚半手的啦。而且即摆玉凤已经受伤啊，假使你出去若是有啥物危险，我甲你父王是要安怎？对啦，听母后话，点就妥。那安尼，我叫阿母甲大伯陪去，有伴就会当互相照顾嘛。哦，安尼嘛好啦，大伯甲阿母哦，甲进宫，你去啊，你先两去。是，嗯。哎，欧阳，到书房去。是，嗯。六家的人哦，穿这苏州上出名的肉粽，讲要有大家吃啦。提早啦，即摆啥物人有心情来吃物件？我嘛是烦恼，皇上甲娘娘巴肚会枵啊。别啦别啦，先退了退。是。大家拢免吃饭哦，啊，免吃饭啊，唔留咧做生哦。我巴肚会枵到要死啊，无食我挡袂住啦，无食无咧体力甲你伺候啊啦，我先退了再搁讲。哦，哼哼，这六家肉粽啊，口味做得阁袂歹嘞，嗯，嗯，赞赞赞，嗯，救命恩情，以后我甲伊就无相欠啊。阿六，顶边我甲你讲的代志，我希望你会当好好考虑。奈子，哎，你爱较细意哦。
皇上、娘娘，微臣已经将公主的血脉封掉的，希望能争取更加多时间。多谢姑苏。有你急哦，赶紧出来会合。参见皇上。苏兄，我药怎好啊？今日公主领了。母兄，恁甲姑苏拢已经无闲归啊嘛，应该足忝的啊。我看公主交我来照顾，恁先跟伊休困啦。头伯，安尼嘛好啦，恁恁受忝啊，身体拍歹去啊，行来休困。唔爱啦，我若无看见皇后哦，我一脚步嘛袂离开伊的身躯边。娘娘，恁苏兄头拄仔毋是讲过，一定替公主会献来封条的，所以恁免伤过烦恼，公主的毒伤应该袂阁恶化。是啊，娘娘，公主即马上重要，是要好好休困，调理元气，请皇上甲娘娘心免担心。我来，我来，来，托我，出来休困啊，莫受惊，玉凤，我甲你交予林安，母后随时会来甲你看，吼。乖，行。林安啊。玉凤，你当好我个照顾呢。是。皇上，代志唔好，代志唔好啊！卡在啥呢？公主你休困。是的啦，唔是我有代志啦，是肉粽为惊啥，拼到这来，有代志要甲皇上禀报啦。肉粽，啥物代志？皇上，你太师带人抄国师傅，搁打封条。啊！你先上前啦，老范等下哟。哎，阿文，你家的交情是真深，你敢知影伊是咱边安做？喂，您爱挂断惊啥？收据你先着。皇上万万不可！你即马是伫甲我查路就对了。皇上，你先着虽然负责监督，也毋过提皇上离京之时独断独行去操国师府，已经真无平常啊。搁再加上违规张杰的代志，都和你先着有关系。皇上若是无良飞惊，现在又发生异卦。微臣也认为这时阵无应该有伤大的动作。皇上，你太师在皇上无在京城的时阵，我权将政，居心可畏。若像李宪忠继续为非三做落去，现在是有法违反，后悔不及。如今上好的办法，就是紧派一位钦差回去，接管李宪忠的兵权，安尼才会当保皇上。平安回京。老妹，啊，你想啥法？启禀皇上，微臣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。啊，恁两家先啦，西高想买就对啦。啊，好啦，老妹，你都等去做一撮啊。皇上，要唔过公主要被脱险。国师，我还阁初通一理，公主的代志，为勇会用代劳。对对对。玉凤是店的查某囝呢，店无可能好死的啦，啊！老板啊，哎，你先用曹国师傅哦，唔是小可代志呢，这一定有原因的，你先等去查清楚。好用，随替你下旨，命令老板做钦差大臣，代理监督，接管京都的边关。哎，你先听我，负责甲老板斗相共，啊！先遵旨。老板啊。林希望哦，你身上代志你当好好处理，那处理好势啊，林登去行城的路都较顺利啊，啊！心存志。李将军啊，是安怎咱搁爱定登来溜噶？火火回来，一定有伊的目的。伊的目的要达到正前，一定火会回来。咱若徛伫遮，一定看会到伊的出现。啥？就徛伫遮等哦。哦，我遐准带你来将军下个四个掠火火，想袂到这么无聊，爱徛伫遮戆戆啊等。伫遮戆戆啊等有啥无好啊？茫茫人海，咱是要去倒去找火火啊？
李将军安尼做，一定有伊的道理。咱就直接等，咱一定会当等着恢复。啊，那等无是变安怎啦？啊，不，你即摆是安那？对有意见哦？我唔是有意见啦，人知影唔对，就要马上改啊。这个办法根本就行不通，哪有可能徛在这戆戆啊等啊？你讲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直接等就是唔对哦。到底伊是将军，还是你是将军啊？阿母，恁减讲一句敢会用啊？干妹。自即马开始，无我的允准，恁两个袂用讲话，知影无？祖兄，看你一个人咧店店徛伫遮，你是咧想啥？我是咧想，奥运葫芦内面，唔知佫咧卖甚物药。唔管卖甚物药啊，一定是害人的毒药。我当然知道是害人的毒药，只是我唔知即个要害的是我，还是李神雕。我想即个奥运上大的目的，应该是爱你。甲李太师两个人之间有冲突，伊通好坐关山看马上塔。师兄，你是咧笑啥？是不是我头拄安尼讲唔对啊？是啊，我是咧笑讲我的师妹愈来愈巧啊。你是讲真实的，还是只是讲好欢喜？我当然是讲真实的，你讲得无唔对。欧维勇，伊就是要甲李善中起冲突，因为以我对李善中的交情，甲对伊的了解，伊绝对袂因为一点仔小事，都派人操国师傅。伊安尼做一定有真重要原因。即摆对伊来讲，我是代罪嫌疑的人，也毋过我选你阿姊，要企图伊的兵权，毋知影李善中伊会有啥物反应。我想李太师一定无遐尼简单，就会交出兵权的。在保护，保护的爱又伫变苦，但你的心又在寂寞。我是代罪嫌疑的人，也不过我选你阿姊，要企图伊的兵权。唔知影李善中伊会有甚物反应？我想李太师一定无遐尼简单，就会交出兵权的。阿秀，假使李善中交出兵权，安尼拄仔好下欧伟勇的心。伊若是无交出兵权，这是控制气军。欧伟勇感觉会当就地发挥，讲李善中有意谋反。师兄，这个等于惊啥？敢那足危险的。是你用车互相，该派欧伟勇回去，你留伫遮。阿秀，假使欧伟勇回去。伊赶快能用别个罪名来诬赖我，到时阵我跳入去黄河，我嘛洗袂清。阿秀姑娘，你还我的物件，放在内底啊。哟，这大包。多谢。师兄，这是你要等伊行起来包好啊，我拢替你传好啊。阿秀，我是要回家呢。你准备遐尼大个包袱要创啥？师兄，我是关心你啊！我今仔日即个转去，至少要两三天，啊，你来半路嘛需要啥物物件是要安怎？行，多谢你。啊，你有份工作的代志都麻烦你啊。我知影，师兄，只是落去一定要顺利，要顺利达成任务咯。阿达，来去啊。是。是创啥啦？喂，叫恁干事，
日头这么大，你嘛有法度睏去啊？啊，就等几工啊，连一影都无，感觉足无聊的。所以就睏去啊。李将军啊，咱等几工啊，搁等袂着火火的出现，是要安怎啊？继续等。啊，是要等到第当时啦。等到火火出现的时阵。火火竟然会对牡丹下毒手，卡准若提无解药，牡丹就会毒发而死。我的夹公主伊林君王的计划就功亏一篑。红色的凤凰胎记，想不到河流才是玉凤公主，她竟然无死。相爷，请。这间密室是我开足侪钱，专工为相爷你建的。我甲你保证，连一只狐神拢飞袂入去。照你安尼讲，我即马踏入来这间密室，是毋是还阁会当出去？相爷，你是毋相信我？生意人的话本来都袂当相信。卡斯讲连我柳千云的话拢袂当相信，安尼恐惊天下的。就不你会当相信的人，听你这句话就不可信。可见你柳青云嘛是无凶不干，
在下伫上海面头前，敢要会当变？相爷，唔知你找我来有啥指示？你做了真好，一摆计划真成功。想袂到李县长的两个手下，竟然帮助咱一举除掉李县长。是啊，一定想袂到，伊当作新北爱将，竟然早就袂想啊。还阁有你想袂到的代志，真正玉凤公主出现了。伊是啥？即卖在倒位？河流，都是玉凤公主。那会这样拄好？皇家遐面拢是天意。玉凤凰的自制胎气是上苍所赐，代表皇室的尊贵甲权威。敢讲其他皇室血亲的背上冇这种计划？即卖全天下嘛只有玉凤公主有，因为伊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的长女。玉凤凰是鸟中之王，正符合长公主的心。那相爷，牡丹背上的胎气是？迄一寡伫个牡丹去互火火烧融了后，用雷公将朱砂印拍入伊的肩胛头。原来相爷早就予牡丹变成代名公主的计划啊！也毋过想袂到，今日出现一个真正玉凤公主，破坏我所有计划。相爷。既然这河流的存在对咱的计划影响这么大，那呢是不是应该？唔免，起码除了我以外，无人知影河流就是玉凤公主。咱若要抬河流，就干那倒顶泥缸。起码上条也是爱把握机会，制造李县长白阿杰和老皮文之间的冲突。那你想呀，你怕什么样子？起码李县长伫个主管长的目睭内已经是叛逆。我想要利用火王，搁进一步，计划予你去。若是安尼，因平仔囝伫咧朱元璋的面头前，就是得口无辩，我着通反省。要么火王，伊敢不是起笑？起笑，起笑才好啊！一个起笑的人，不但会当替咱做代志，搁袂坐咱的后脚。伊若是留下咱的秘密，嘛无人会相信。这么好用的人，要去倒去找？那你讲起来。火狐真正是烧得好，烧得妙啊！好啊，那一切照计划进行，我先来走。是。宫上相爷，我跟欧阳勇讲话，你拢有听到吼？由此可见，我柳千文是诚心在跟你交配，绝对无一毫的秘密。上好是安尼，欧阳勇反面无情，予我心寒。我无希望，阁有第二摆同款的情形发生。你想要爱的是江山，我想要挃的是财富。我甲你并无任何利益上的冲突。别安尼讲，咱两个人是合则两利，分则两害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啊，那我问你咧，你到底爱我假笑，假到什么时阵？哎，你想要假到这啦？你继续搁笑落去，会当让欧阳勇对你放心，就是讲你搁会当继续利用，对你袂有任何的防备。那你伫咱两个面头前，都无任何的秘密，咱就会当清清楚楚会知影，欧阳勇的后一步到底想要创啥，这对咱的将来是绝对的有利。伊廖准公是伊在利用咱，煞毋知影，颠倒是咱在利用。非将来江山，非你莫属，财富嘛一定是我的。
这是永永远远都袂改变的事实。看起来你比欧维勇可信多。所以讲我话，你伫欧维勇的背后跟我合作，是正确的选择。刷落来，我就等欧维勇来找我，建基行事顺水推舟，救牡丹，然后借朱元璋的手，将地甲爸仔送上断桥台。想袂到你还阁会记咱约定的信号。什么约定啊？我是听着品仔声袂歹听，毋才找伟家来。哦，啊这品仔毋着你咧笨的呢吼。陛下，你的朋友。朋友？就是你，就是你害我。好啊，你要敢踩伫我的面头前，毋叫我抬你。你若是有法度杀我，就算你有本事。也不过你想看卖，若是杀死我，是啥物人会当帮助你摕到迄一半的江山？只要你伫咧做你的皇帝梦，我就袂用个死掉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我要做皇帝，你哪知？什么时阵要我做皇帝啊？只要你将七日无情的解药摕出来，我就再给你一摆机会，继续和你合作。给我机会要和我合作？哎，我知我知。一定有好康要保我赚到哦！是讲迄解药，解药是要创啥？救你的查某囝花牡丹。我的查某囝花牡丹，我的查某囝，哎，你好讲，伊啥？你唔知伊是啥？那呢，你是啥？我，我当然嘛知我是啥，我就是未来皇帝，将来江山拢是我的啊！你知影有江山，佮想要做皇帝？竟然袂记你的查某囝！哎呦，你讲的菩萨啥，我听拢无啦。我甲你讲啦，我就知影，我要杀朱元璋。伊若死，江山就最少一半。喂，你若是唔给我解药，朱元璋就袂死，你就无法度摕到一半的大明江山。哎呦，哎，我也毋是医生啊，啊，我是要去摕解药啦。哎，是讲平常时我就地药啊。无你摕去看卖，看是毋解药。啊，不过解药吼，你爱摕朱元璋的人头来换。佩服。喏，你到底是毋是还想要做皇帝？我当然嘛想啊，这做皇帝是我一世人的心愿。那你解药摕来。摕来。你对我做大声，你做无礼貌的哦，你歹人，你歹人，我要杀你。我要杀你！看起来你的心智已经错乱，连念力拢无法度施展啦。你别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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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都等等。保护，放阮的爱又伫边土等你。
你想，派人，你差一点啊走火入魔，若不是因为有我，你早就已经经脉急流而死。你啥要救我？因为我要替你拍江山，我要让你做皇帝。真正要我做皇帝哦？拜托，愈紧愈好，愈紧愈好。哦，解药给我，我尽紧让你做皇帝。咱同来讲定哦，你甲朱元璋的人头摕来我，我解药随予你。咱同来照讲照行。我不用陪你。李将军，阿姑受伤啦！好照顾阿姑啦。阿姑，我帮你去边仔坐坐啦。好家人的厝吼，确实是无同款啦，拢规组规套。啊，不过若要讲到这点眠床吼，就无咱皇宫较舒适啦。好啦，大哥，咱这代志处理好势哦，我随带你转去京城，哦。唔好咧，嫌东嫌西啦。哎，赶紧啦，紧灌水啊！大家紧灌水啦，紧啦！哎呦，哎呦，啊，不过伊来说，我必须上来嘞。哎呦，哎呦！紧，啊，外口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嗯，你问我目标，我跟你同齐坐一下，我咪来猜。好，哎，走，你看麦，你看麦先。我去看麦，即嘛是天地颠倒摆下，你敢叫我去看？嘿，大伯、阿母，互相互相啦，吼，去去。你敢毋捌听人讲一个某看遐三个天工作？嘿，阿大伯，你敢毋捌听过讲一个翁看遐三个是啥人？嘿，你敢会记？嘿，哎呦！王大爷啊，你是咧青崩白崩，无眨目睭，你咪眨目睭拎出来。娘娘，是嘞啦，代志莫，外口火烧厝啊啦。啊？哎，王来，谁人火烧厝啦？冰皇兄，微臣万般想到火烧厝，要不我先找你安全的所在，再搁讲啦。进来啦，进来啦。公主，紧醒醒啦，公主，外口火烧厝啊，公主，公主。哎。是阁带落去，公主唔是好快休息，都要延长时，延长。哎，公主紧起来。小红娘，走，你
你想要对阮查某囝安怎？外公，你若再学袂来，我不会饶你咯。玉凤今嘛不是好好伫个遮，我拄则看到花哦，伊饲公主食毒药啊，不会哦，你紧来啦，紧叫公主紧来啦！你今嘛讲啥？花哦饲玉凤食毒药？是啊。玉凤，玉凤你起来！玉凤，你怎会？玉凤啊！玉凤，欧阳，你去徛在床上，唔管叫公主。是，必须替公主斩命。进来。欧阳啊，啊是即摆情形安怎啦？恭喜娘娘，公主无代志。什么咧无代志？啊，伊今仔食毒，哪有可能无代志？你咧讲我欢喜，还是咧甲我安慰的？以前讲的是真的，以前拄只替公主斩命。发现公主的脉象平稳，气血顺畅，只要好好啊调养就无代志啊。拄只公主是将体内异毒完全吐出来。你是讲伊把异毒吐出来？是。娘娘，好了，那恁都别烦恼啊，公主已经无代志啊。谢天谢地，玉凤啊。阿哥，我拄只明明看到花哦，伊是饲公主食毒药啊，安奈？我想。我给公主吃的不是毒药，是解药。哪有可能啊？那公主身体正好是火候给拍的，火候哦，伊搁我混当公主安给放散，没有可能会吃解药啦。无一定，这个火候突然间良心发现，所以才有公主药啊。啊，你讲起来这火候哦，还佫淡薄仔认识，无可能啦。俗语咧讲吼，火寡毒，也无吃家己的囝吼。好啊，你拢免讲啊。伊去火吼，已经丧尽天良了，已经气消啊！你若好好保护公主，知影无？是是。好啊，这老人走得去。以前照计划行事，即摆老爸阮无伫个，倒好是互你甲因爸仔囝跳进洪湖嘛，洗袂清个好机会。将因解决了后，刷落来就是老爸阮啊。到时阵大兵调定是赢也是变，都完全看咱要哪耍。伟豪，这一切都拢爱看了。安怎？即摆拄好是关键的时刻，你是袂当出任何差错。岩门关以前了后，我的功力不比以前，我是惊。免惊，烈烈至精神上一念时间，你如果少年，定力较弱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控制伊。我对你有信心。好，我尽力。真好。